主席、立院同仁，大家好。本院委员陈碧涵、李桂敏、邱文燕、孔文吉、徐新盈、杨玉兴等28人提案，有鉴于本月15日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在北京落成，计划在2018年达到5000亿人民币之收益。过去我们所仰赖的市场转变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，实属我国文创产业发展的危机。以表演艺术为例，2013年中国大陆成立西城原创音乐剧基地，整合了创作、制作、排练、饰演、培训、投融资及营销，协助创作品进入市场。反观我国表演艺术工作者，至今仍为寻找排练场、演出场地、资金来源而困扰，作线无法稳定经营之困境。原此建请行政院指派相关部会积极规划设置表演艺术园区，让我国表演艺术可以蓬勃发展，成为我国的文创新亮点，是否有当提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陈碧涵、李桂敏、邱文燕、孔文吉、徐新盈、杨玉兴等28人提案作如下决议，函请行政院严处。请问以后有无异议？无异议，通过。请李同豪委员发言。